维持，就这样的维持。没事啦，没有工作啊，是不是？那么多朋友，是不是干的可以的？这有什么嘛？开心就好啊。不一定跟着这个，我昨天晚上也吃了呀，然后昨晚上也吃了，昨晚上吃那么好，招待那么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只要能玩在一起，不管吃不吃饭都一样，每天开心死了，知道吗？不要在乎，然后也没买什么衣服，没买的这红包就拿去当算了，这红包。那你们红包我不要，你了，牛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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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，牛不要，就牛牛。你们这样的放假不行了，红包不行，不行，我也没钱，正好现在大家去买衣服都没有买，没买到，拉了，不可能，又下了雨。说明早上的，为什么我一下子就说，是吧？那明天早上要上班啊，还要上班。你请假两个小时嘛？请上次过来请啊，然后下次还来嘛？是不是？下次下个星期也是有机会了，不需要坐高铁过来吗？没有，是一起玩就玩，会玩吗？玩归玩，我们还是又不是说以后不来了，就你们来了就舍不得你们走呀。有时间我们就过来嘛，有时间就过来嘛，有时间就过来嘛。天哪！有时间再过来，有时间再过来嘛。反正现在也知道了，你也可以微信啊，微信联系啊，电话都可以啊。有微信吗？没有，现在来了，看到你们急急忙忙的回去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给我们来了两个。没你来，我来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以后都在一起了。快来，快来！尽量我们尽量有时间就一起嘛。说好了啊，快来，快来！我看着你，我看着你，我看着你的，我看着你的，是吧？舍不得那种，下次嘛，我也舍不得你，但没办法呀，是吧？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我们工作还是要工作，我们也要工作，我们也要工作，肯定都舍不得。你看，幸亏我们也舍不得，一知道，然后就这样就直接进来了，还不容易的，都不知道来的时候是有那么远。当初来的时候心里面很急的时候，就好像是两步路就到了，但是来的也挺远的。就是你干那么远，你们还没干饱了一半天。来到这边我也小阿姨也很闹，就是我老公也是一点不舒服，像我没有什么招待你们好了。没有没有，没有没有，你招待的很好，你招待的很好了，你招待很好了，你招待很好了，吃那么好的，他吃的饭吃。不要说这些了，就感觉真的，反正那你们买什么也买，连红包也给着你们，真的这种真的，你们这样回来再破，真的是破费待遇。哎呀，也没多少了，意思因为我们都是那么好的姐妹，你们来自这样的话，我都是。下雨了，多少话啊？聊不完啊，一直在一起也是聊不完。聊不完的话，那是那时候等到我，马上就到了，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，还有十分钟。黄色，东风黄色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，这个车啊，那你们走啊，走了，走了 ，OK， 走了。走了，拜拜，有声就走了，就颜色有声就走了，知道的，走了，拜拜。